视台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学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主持莲合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袂用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又阁继续来讲这个。禅林宝训第137集，这集的训题安尼讲：恭敬接引，无邪依师。意思就是讲，做一个主持呢，应该爱代讲无私。啊，正直来接待这来参学的人，袂使偏伫迄个私心嘛。训文来讲，阴修者为万安远，夫。清闲地色啊，常舍低其心，以至光至净，接纳素来。其间有抛道德仁义者，虽有羞怯，必须谨记。其下干涉险宝者，虽有私因必须忘记。师来者知所修，一心动德，而庄严安立。意思就是讲，这严修者。普通大经佛寺吼，方丈落来拢阁安一个修座，就是较老资格，迄真可能有诶拢是主持诶同辈甚至长辈啊，较有修持、有道德、有捌佛法诶，来领导师众啊。这阴修座呢，对迄个万安禅师安尼讲，称作禅智色。有经咧讲个禅智色，就是
教佛法教好的迄个上知认识的师友，啊，师长啊，别同辈朋友，哎，啊，做上知识，啊，若教歹啊，做恶知识。上知识讲较坦白，就是名师啦、师长、师父。讲作为一个师长的人，自己应当先爱洗去心内遐烦恼妄想污垢啊。你用迄个大公无私、正直的心去接待拥纳由四方来参学的人，大陆迄个大丛林拢会使去挂单参学啦。啊，有诶念，有诶净土宗诶道场去啊参加念佛，啊有诶禅宗诶道场去啊参禅，啊去参学，遐做挂单啊。台湾的佛寺敢无啥这习惯啊？除了偶然间去照晓一暗，才照去外来咧咧参学啊。而在参学的这些出家人中呢，有好有歹啊。那有诶，那有抛修道德仁义，就是讲靠道行。他捌礼仪的，伊即使含你主持呢，以前或者有欠缺，就是大家小可有误会过节，啊，就是大家吼，小可有客，你也必须爱大公无私，甲修养，互伊入来参学。啊，其中参学的有的那是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啊，奸巧啦，奸诈，啊，邪恶话，行为不正、轻薄的危险分子，即使以前对你有迄个恩德，对你袂歹，你也爱必须。远离下去，啊，袂入来吼，影响规件事，会小教歹啦。人讲同流合污，会影响别人。那当然，大公无私呢，所来参学的人，拢知讲自己应该安怎遵守四规戒律。大家吼团结一条心，啊，做伙修这个道行福德，安尼迄个庄严佛寺啊，就是平安无代志。文殊师利所闻经上讲，心性本净啊，诸垢为垢。以智慧水洗涤心垢，讲咱一切众生真心是性本来清净，是遐客尘烦恼。真心是心性一个明镜，真清净。客尘烦恼就是像外口飞来遐灰尘，客尘烦恼指咱心内遐妄想烦恼。因去因外六尘、六尘啊，色声香味触所生的这客尘烦恼呢，诸垢为垢，凡产生心内有污垢，像迄镜煞也煞袂清啦啊，得爱学佛用这智慧的水，慢慢甲洗了，洗遐个尘垢。那六祖讲。迄、那个神秀所讲的，讲时时勤佛七啦，莫使惹尘埃。
像遐行四四七七咯，毋通有真爱。出了经来讲，地者以非人心啊，心求自高啊，犹如矿铁啊，即成真金啊。有智慧的人，用遐智慧来洗咱心内遐烦恼有垢。安怎修心养性，克服家己，降服家己的心，心求自高，爱时时关心来，起心动念，我起啥物烦恼，爱安怎甲控制降服，安尼就像修心养性锻炼，就像迄、那个，咧练迄个五金金嘛啦，火炉来。一边搁一边安烧安练吼，遐矿体就烧甲变真金了。我看从古经来讲，人佛心者最为道力啊，我以心道啊，地劫无数，今来得佛独步三界。释迦佛讲，会当克服你家己的心，金刚经讲降伏其心了。降服家己迄烦恼心、妄想心、恶念，迄就是真正有力量。若无力量的人，啊马马虎虎降服不了家己的烦恼。释迦佛讲我含这个妄想心、烦恼心，啊，多情多思缘吼，已经到即马经过几千劫，讲三大阿僧祇劫啊，所以今仔日呾。得到成佛，突破三界的三界来称作导师啊。《楞严经》来讲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啊，未记为物啊，为物所转。一切众生本来心内清净，就是拢迄六根受着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的引诱，啊起欲念贪欲。啊，知影去攀岩六尘，啊，毋知影通回头。人讲心比境转，啊，互遐六尘所迷，啊，迷失了自我。所以咱家己的真心实性就失掉去，就像一个主人吼，去外口家去贪遐酒色财气。啊！结果迄个厝内放空影，外口遐烦恼擦，拢入来占做主人，喧宾夺主啦哈！喧宾夺主，啊！主人吼，拢去外口流浪去啊！所以为物所转啊，未记为物了，家己未了自性。出了经来讲，当自吸收啊，随机教训，既不避训。安宁分别，讲修行爱自己克服家己的康复家己的心安尼修，爱随着佛法的教训，爱训练家己，康复家己。自己若袂当康复，袂当受训练啊，乖乖，哪有可能去教化众生去训服别人呢？大学安尼讲。没有相好人，而下不好义者呀。儒家讲仁义啦，讲就是讲一个人爱有道德仁义。人讲上不正都即下歪啦。顶面若翘正，下面就对你会正。讲将来无迄个讲顶面会当爱好仁义的人。啊！而伊个学生下辈袂对伊学安尼看仁义，会看样啦。汉诗安讲：“以身教者长，以言教者上。”要你教训后代子孙学生呢，爱用身教，毋是用言教。身教就是讲以身作则。你叫人讲毋要食薰毋好，你家己，结果你家己偷偷啊食薰，安尼吼。你讲哎，遐学生啦，遐后辈哪会听你的话？啊，伊家己咧食，佮教官唔通食，遐只伤就是当面含你争
争论哈，未听你的话。你若甲伊本身都无食薰，哦啊，别个看伊讲啊，老师都无食薰，咱对伊无食，安尼，伊先教哈。欧阳修人讲，君子懂以君子，以懂德为凭啊。小人以小人啊，以懂礼为凭。君子和君子做伙是拢讲德啦，啊，小人和小人做伙是拢讲钱财利益啊，安怎来有钱，安怎来淘汰啊？宋元学安安讲，小人看恶以己啊，君子看恶以德。小人吼、爱一个人，无爱一个人，伊是以自己私心啦。啊，君子伊是要爱用一个人啊，无爱迄个人是以迄个道理来判断讲即个有德行、有道德。嘿，中庸人讲，吾日好自专啦，将日好自。如是好自用，将是好自专。这个人吼、自作自专，拢是因为，迄就是愚痴啦，就是下贱，未接受别人的意见。你是春秋安尼讲，知己用事啊，不如愚痴用功。这只聪明的人，但是自私心只重啊，不如迄个呆呆戆戆吼。啊，大讲无私啦！做即安尼讲，讲字义上啊，在所必义；做字义了，在亲必不舍。讲一个人有见功劳，偏讲去一位有见功，伊虽然和我无啥物亲戚关系，我应该奖赏就甲奖赏。啊，一个人犯着罪过，爱罚爱抬，就是我的亲人也袂使赦免，迄就是大讲无私啦。做职就是迄个曹操的第二件，遐学问真好啊！六方礼经啊讲，不言得其善者长之，恶者怨之。我以善知识相随，此地幸福啊！讲爱，人有好歹，爱选迄个好个来亲近，啊，迄个歹吼，就爱下调较远离嘞。我无私以来，就是虾米咯？上帝说好的书中名书呢，爱亲近相随，今日才成佛了。华严经安讲，因上帝说引发一切菩萨成经啦，因上帝说接济一切菩萨做道法，就因为有亲近名书，有上帝说教导，带达书里吼，发菩提心啊，修这成经。啊，接近遐个菩萨的道行，六道万行啊！我华经安讲，我观一切破戒平等啊，无有彼此爱情之心啊，或是以迄个平等心来对待一切众生啊。所以看一切众生哦，无经好而歹，我欢喜无欢喜，拢一切平等救度啊，无迄个爱情之心。幸福之道是我的老师印顺导师所写啊。除了正法者，应亲近善事啊，正教达实行，避免口为善。除了正法，就是讲对一个人要入佛法，要入佛门来学佛法呢，拢爱亲近名师啦。就拄仔讲爱亲近善知识，是啊，善事就是善知识啊。善知识哦，或者伊自己亲证，啊来将伊亲证啊来甲教互你听，使你也会当达到迄个明心见性，证到迄真心实性。所以善知识有迄个悲心、怜悯心来方便口为说，为甲你教导。行水经来讲，学问不得名师啊，安知天下有大道乎？自家讲，你去做学问，求学问啊，那袂当遇到名师之道啊，
要安怎会当知影讲天下有迄大道理呢、真理呢？学佛嘛是共安尼啦。华手经啊，讲菩萨深心救法啦，随着法师啊，即能成就一切佛法。华山吼，深心救法，菩萨发菩提心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上求佛道要救化佛法，用个深心诚心，哎，啊救法。所以爱随着法师，就是爱亲近名师，伊名师行到对，你对到对，着就是拢对对条条啊，安尼才成就一切佛法。啊，所以学佛名师足重要哈，哎、啊，唔通自作聪明啊去亲近唔对，哎、啊，咱、啊、这个亲近名师，你若去亲近唔对吼，亲近就走火入魔啦，然后去亲近到有遐富富寡多，讲到神通广大，结果去学吼。啊，到尾也不但未得道，误道得道入正道呢，搁偏差吼，哎，后日吼，甚至讲一梦因将梦啊，烧砍入火坑，一个青梅，家己都对真理无了解，搁会带别人引导别人带路，啊，遐个发带的人几十个，青梅带一挂青梅，烧砍入火坑，拢跋跋落火坑。把了狗也唔知，当着电火跳也唔知，啊！目睭背后金，亲近名师，唔通亲近唔到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等下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发愿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。到即卖已经翻译128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应归原本，全台湾各间大学、各间佛寺拢加结连。啊，若是在家居士有随喜助缘，就寄予伊。到即马全世界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定写要来加讨。迄阵马来西亚一个林居士来搭加讨100几本，讲伊伫马来西亚要设一个国际网站，将我的白话佛经放互全世界拢收会着。啊，咱遮若有一点仔收入，就拢印经送无咧卖啊去。救济急难，佮收几啊高字，佮用智能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地招收一挂男众女众，想要出家培养因，大家会当，为佛教方法立身。我伫电视所讲的遮，因出版电视讲演即教本啊，各位老师啊，煞敲电话来本事。咱遮头前殿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知府金公主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正南海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拢得到一大个灵感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普查新桥方式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方式数十年来推动一印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方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话拨号码：0044
放五八四，户名新超风师，电话0736312291，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佛法不离世间法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利乐无形有形众生共沾法益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我了解有真济菩萨常常在咧看生命电视台，但是各位会记得，咱生命电视台逐天咧放，就爱开真济钱，但是这是有价值的。但是啊，菩萨会记得。爱定定扶持生命电视台，做生命电视台后台功德主，一年10000块，乃是一个月100块，拢无要紧，和生命电视台一直充实，按照一直有法度去弘扬佛法，咱嘛法度参加这个功德，万人共造善恶因，每人皆得善恶果，让大家拢随喜这个大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护持护法，1996。五二三二，1996，五二三二，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据十月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9000亿倍。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暨念佛共修，恭请慈悲法师主法。日期4月11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，电话0563315650，0563315650。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。新逢准提菩萨圣诞。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暨修持准提法门，佛为悯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，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佛母准提陀罗尼，若有四众受持此咒满90万遍，无量劫来五无间等一切诸罪悉皆灭除无余，所在生处皆得直遇诸佛，所有字句随意充足，速得成就无上菩提。修持准提法，蒙诸佛庇佑，光明广遍照，灭罪增福慧。恭请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。日期4月27日星期二上午8点半开始，下午2点念佛共修暨准提法修持。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。0398983198六，0398983866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